去，你杀了白吉，为什么要下这么重的手？我不明白，这究竟有何难解之处？如果我不出手，转瞬之间松雀就会毙命；如果我不下重手，待白吉恢复元气，以他的能耐，在场的诸位又有谁是他的对手？况且我已数次有言在先，作为工具，于合理的范围内，我会一字不差地达成要求。我应该说过，在向我提出要求的时候，各位需要小心谨慎。为什么我忽然觉得你对自己和常识相悖的工作方式颇有些沾沾自喜？这与喜悦无关，我只是一件工具，对工具来说，精密度自然是越高越好。我帮助你们达成了目的，你们却对我的手段横加指责，甚至开始认为我也拥有类似人类的情绪，这未免有些滑稽。我说过，我只会用最合理而高效的方式达成目的。与白吉这样的人类不同，为了一个机会，我有耐心等待百年、千年。我想，那应该不是让欧夏在数据之海中飘去他处吧？这的确只是一项附带建议。绝气数一运起舞，这也是实话吗？你好像关心他人远胜过关心自己，不过现在已经是七数已陨其六了，不是五又五分之四吗？啊！你似乎还有想要继续追问的事情。有倒是有，将影子的力量灌注在钉中，这也是你之前所说的养分。没错，在完成了那种伟业之后，即使是树也大多耗尽修为，七人中有五又五分之四位都陷入了沉睡之中。这怎么还有分数？松雀算一个，我算五分之一个，除此之外自然就是五又五分之四。绝，你之前自称是五分之一的阿杰塔，是残缺的树。那么为什么大家在确认了阿杰塔的死讯之后，你反而下意识地将自己排除在七树之外？明明除了你自己，所有人都把你看作了弃用之树的替代者。原来如此，这倒的确是我不够谙熟人类的心理了。只是很可惜，你们只猜对了一半。毕竟我从来就不是树的一员。你究竟是谁？别那么心急啊，即使我此刻的确是这狼丘之内的至高大能，也同样无法立刻实现你的愿望。但这也并不影响我们完成交易的内容。很快你们就将知晓。
雪，别跑！这里什么时候被影子包围了？那家伙果然有问题。别！嗯哼！先摆脱这些怪物再说。也不见了，克拉丽！别！雷光启蒙！跑起来了！没完没了！时机正好，蓄能完毕。逃不掉了，哼，你会喜欢的。呀吼，来吧，哒，走你，赫利亚，寻梦者，别离我太远。啊，你们到哪里去了？没发现吗？你们是无法战胜世界本身的。我还不能说。快醒醒，希娜！克拉丽，我们……啊，克拉丽！放心。人都在。嗯，我们都没事。寻梦者，这到底是……看来你们已经冷静下来了，很好。那我也就不用重复刚才的捉迷藏了。绝，你什么时候能像那样操纵影子了？这种手法不像是树的全能，你究竟是何方神圣？容我纠正一下，我并没有在操纵影子，也没有运用任何手法。刚刚那不是你搞的鬼吗？你没有理解我的意思，我不是在驱使这些影子去袭击你们，只不过我就是影子本身。所谓弃用，不过是我出于利益考量，配合了阿杰塔的计划而已。笼罩于世界炮的阴影、恐惧和支配的源头，以及御影七术想要最终浮除的灾厄，我即是狼丘之影，我即是危机的根源，我即是世界的基础。虽然原理非常简单，但在诸位争取到的空隙，你最为虚弱的那一刻，我阻断了你和影坛的联系。现在你已经不可能从外界调用任何与影子有关的力量了。哦，刚才一开始的时候没见到你，你一直在做这个吗？这倒不是，
事实上，离开影坛并没有各位想象的那么简单。在试着满足各位的要求后，由于超乎想象的损耗，我自己的意志反倒被困在了那里。多尼戈尔，那时候你……哦，看来意识到了呢。当时那条狗的行为确实出乎我的意料，谁能想到它居然真的是一条忠犬。如果任由它摆布影坛，事情难免会朝着不可预料的方向发展。虽然仅凭它的力量再如何孤注一掷，也无法将它主人留下的痕迹彻底销毁。我那时的话也只不过是在让他认清现实。所以你一开始作弊上官，之后又基于自身的利益，在自认为合适的时刻出手帮了我们。没错，事实上我每次出手帮助你们都具有同样的性质，等价交换，互不亏欠。作为世界的法则，没有比这更合理的了，危机也是如此。更何况我想各位也必须承认，在每一场等价交换中，我确实都为各位保留了更有价值的事物。你或许站在你的立场上，白吉确实威胁到了你的存在，但你为什么还要杀死其他五位数？对啊，瑟拉佩姆、瑟利姆和灯塔们，甚至还有阿杰塔，如果白吉先生刚刚一直和松雀待在一起。我不是说过吗？我有一套早就已经制定好的非常详尽的葬礼流程，为每一个人。你一直都在欺骗我们，决意。不，绝。松雀，倒也谈不上欺骗，生老病死皆是人世常情，为此早做打算，我想并不过分。怎么？难道你刚才算是心甘情愿的赴死吗？啊，我明白了，你还没有彻底意识到，狼丘虽大，却唯有你我称得上相依为命。如今七树之六已尽数亡没，白吉对我们的离奇束缚终于得以正式消除。松雀，这一百多年我们没有白等，我自由了，你自由了。喂，你别想跑！跑？看来你似乎误会了什么。不过，就算我说该想着逃跑的另有其人，与现状而言似乎也于事无补。怎么回事？地震？不对，这股力量似乎是从上方传来的。这样下去整个世界就要解体了。别这么说，
我们的故事从这里才刚刚开始。来吧，无相之相，让这狼丘众生为他们抵押的恐惧，为他们的危急偿还债孽。灭却诸光，唯影一存。利和赫利亚，大家还活着？我活着呢。是还活着吧？喂，寻梦者，你没事吧？突然倒下去，隔了没几秒又突然站起来胡言乱语，莫非是吃坏了东西？会感到困惑，那也是理所当然。谁？你是白吉先生？在下很想立即为你解惑，但很可惜，现在是分秒必争之时，所以，还是要先请你告知在下，在你方才的梦中，我为何人所杀？